好，咁佢而家咧又有一個兩位數喎，第一個數字係四，第二個數字咧可以係0至9，即係有10個選擇啦。咁然之後咧，佢咧就話求呢個兩位數係質素嘅概率。咁四字頭嘅質素係咩咧？咁我哋去數咯，41、43、45唔係喎，能夠俾五整除，47係啦，49唔係啊，49係77、49啊嘛。咁所以得3個，10個裡面有3個，0.3。